大家好，我叫小张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款科学上网工具。这款科学上网工具呢是免费的，然后它是一款基于 Chrome 的一款插件。然后那个虽然，因为它是免费的嘛，所以就是网速不是特别快，但是当然是看 YouTube 4K 视频的话是。肯定是不是特别快，但是，我们可以就是通过它来上谷歌查一些资料呢，上维基百科，还有比方说，上那个，Gmail 查销邮件，还是可以的。那么这款废话不多说，那么这款那个Chrome 插件叫什么名字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叫 Kprocy Extends，就是。代理插件扩展，然后我们需要就是安装这款插件呢，我们需要简单的做一些这种翻墙。然后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 Chrome 商店，或者是在那个打开谷歌 Chrome APP。直接点击这儿也可以。和这儿进来是一样的。那么我直接在这儿搜一下，把这个粘贴然后打开。然后就是这款插件。那这款插件呢，它是一款免费的，然后通过这个英文名字呢，然后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帽子的一个形状。当然，我看它的这个图标，可以叫它称它为叫小蓝帽，也可以。那么，我们把这款软件添加到我们自己的这种 Chrome 浏览器里边来，去尝试一下它的速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点击添加过来。大家可以稍等一下，然后我这边的代理下来的不是特快。当然呢，如果大家感觉无聊呢，也可以将视频进行快进，也可以。那么在安装这款插件的过程当中，说一些题外话。这款插件呢，默认就有两个免费的，算是节点吧，一个是。加拿大的一个是法国的，然后它的节点都特别多。那么 OK， 然后这款插件安装完了，我先把自己的代理先退一下，然后我们直接点击 Start Proxy。那么 OK， 它现在正在连接自己的内部的服务，但它在连接过程当中肯定会。连接那个服务器最快的那个节点，而且是，就是因为它是免费的嘛，所以就用的人比较多，它肯定是连接服务器最快的，而且那个占用量，利用率比较少的那个。OK， 连接上了已经，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顺便打开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有默认有美国的，不是默认有英国的，有美国的，然后那个有法国的。还有加拿大的，当然是这个上面这两个国家的节点呢都是免费的，下面这四个国家呢都是收费的。那么 OK， 然后我们先体验一下它的速度怎么样。我们打开谷歌来看一下。
OK， 谷歌正常上来了，但是它这个节点，不是特别快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加拿大的来去试一下。加拿大的貌似现在这个100%了，已经利用率，我们可以试一台试试，看能不能连接得上。OK， 然后连接上，然后我们可以试试。OK， 我们上一下 YouTube。OK，YouTube 默默都打开了。然后我们呢，看一篇我自己的频道。可以，因为由于这个版权的这个关系呢，然后我直接打开一个我自己的录制的视频，然后供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呢，然后才录制了一款，然后那个4K 的视频，然后 4K 的，然后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它的速度。那个看每一期视频的一分多中间插播的一分多钟的这种广告而感到苦恼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速度现在都是300到400。当然，这个速度不是很快，但是我们一般是上这个谷歌和 YouTube， 上谷歌查资料的话，上那个 Gmail 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免除就是视频广告呢，然后答案是肯定是有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了这款插件的 Chrome 插件呢，就是可以很方便的，就是免去优酷和爱奇艺。视频中间的这种插播广告，然后我们再换个其他的来试一下，看这个。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其他的节点来试一下。然后我们换加拿大的爱。然后因为它这个节点可能占用人太多了，然后我们再换一个其他的。我们可以到它的官网上去。哎，这个连接上了，然后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现在的服务。件的这种效率吧，然后，我们可以到它的官网上，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这个软件，然后到底有什么好处。然后首先呢，它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呢？就叫。那大家可以看到啊，然后这个法国的这个节点貌似不是特别快，然后貌似我这边的这个运营商的这个带宽跟加拿大这个服务器貌似是稍微快一点。的这种效率吧，然后
我们可以到它的官网上去，可以具体看一下它这个这个软件，然后到底。当然这个它这个插件由于是免费的啊，所以速度不是特别快。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说，上谷歌查资料或者上 Gmail， 然后临时，可以用它来应下急也是可以的。那么，具体更多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那么今天我就介绍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呢，然后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下方点击订阅，看有被订阅过。那么以后有更好的这种，科学上网的软件呢，我会继续推荐给大家。那么谢谢。